台风夜天雨路滑，一个不小心就滑倒在地。这里，那起来，慢慢起来，确定一下。那个救护车好不好？我叫。凌晨两点，大风大雨，这名骑士却在漏夜抢着送羊奶，但晚上视线不良，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，闪避不及，摔伤了。看到的时候就撞到了，警示灯，你根本没有看到。没有，我没有看到。你都没有看到警示灯，对。那感觉上好像。 骑士不顾自己的伤势，不愿上救护车送医。牵起机车之后，又急着离开，继续送羊奶。挡住整条路，害骑士摔伤的是中央分隔岛的行道树，因为不敌强风，拦腰断裂，整棵树倒在崇德路上。警方到场清除，勉强清除内侧车道，让车辆通行。在折断的树枝中，还发现有疑似车辆的碎片。你看，这拢在破坏啊，一点是有看到，一点有。啊，有车啦，煞走去啊啦。但是电根什么不知影。但现场并没有发现遭砸中的车辆，行道树倒下时是否有车辆受到波及，还有待调查。记者李孟章、李若珍台中采访报道。